薛大人，十年前一别，竟成了永别，真是世事难料，忽身无能，深受大人栽培多年，一直没查出真相，真是惭愧。如今大人回归故乡，还望大人安息。 胡大人，少丘啊，我有话对你说，你随我来。大人，请说。今日前来，一来是悼念薛大人，二来，当日你草率的脱掉朝服，实属冲动，此事我也未曾向皇上奏明。如今事已了结，你还是随我回去吧。 大人看重，在下十分感激。只是如今事情不仅没有了结，反而更加危险。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，我父亲因何而死，我尚未查清，所以我还不能回去。哎呀，你的性子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。其实，十年前京城突现干尸，弄得是人心惶惶。十年前，京城也曾出现过干尸。 当年的干尸案异常棘手，牵扯到朝廷众多要员，故而无人敢接手此案。皇上为之大怒。就在此时，薛大人站出来，决心彻查此案。查了近半年，薛大人终于查得线索，此案乃以西域妖人所为。为此，他开始寻找此人踪迹。 追了大半年，终于查出此人曾在西北出现。于是，薛大人带兵前往追捕，不曾想这一走，便再也没回来。大人所说的西域妖人，是否就是安抚的大法师啊？我不知道。自从薛大人失踪以后，此案就在大理寺和刑部压了下来，不了了之。 哎呀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朝局大变，杨大人成了宰相，把持朝政，安大人又受到皇上赏识，平步青云，真是天翻地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我父亲当年所查的案子，与安禄山和宰相大人都有关系。当年此案我并未插手，其中的细节也并不清楚。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：如果你继续查下去，势必会牵扯到当年的干尸案，朝局汹涌，千万要当心。多谢大人提醒，在下谨记。嗯，你要是想明白了，大理寺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。多谢胡大人。 大人，这胡大人，我当真有些搞不懂，时而昏庸无能，时而又一本正经，总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。我原来也以为他是无能，但如今看来，胡大人一直在故意隐藏锋芒。啊？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傻。我父亲精明能干，还不是落到那个下场？这胡大人虽能力平平。 却坐稳了大理寺卿这个位置，这便是大智若愚吧。如此说来，这十多年，不管经历多少风雨，大理寺总能平安度过，这么看，胡大人也算功不可没了。傻的只是我这种人罢了。大人，您不傻，我才傻呢。大人。 第十七回，哼！哎，这个安贼。
今日竟在朝堂之上胆敢对本官出言讥讽。在下那人心我南安鲁山素来狡诈，如今就连薛某也找不到杀他的理由。嗯，你不是跟他有杀父之仇吗？可南安鲁山告诉我，十年前他并不认识家父，更没有杀人动机。如此说来，屁话，令尊之死岂会跟他无关？哼！大人的意思是，薛某也被南安鲁山所蒙骗了？当然是。薛某无知，不知当年实情，还望大人指点一二。当年安禄山只是张将军手下一枚卒子，干尸案之后张将军获罪免官，可那安禄山却平步青云，要说干尸案和他无关，鬼才相信。哎，当年大理寺和刑部都介入了此案，可为何刑部尚书却丝毫没受影响，唯独令尊却消失无踪啊？大人的意思是，此事与刑部有关系？大理寺和刑部对立，难道是如今才有的吗？你在大理寺多年，不会连这基本的关系都没理清楚吧？薛某愚钝。我还听说令尊走之前可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已经写成奏折准备呈报圣上，可不知为何奏折不见了，令尊也消失无踪，这其中定有关联。多谢大人指点。薛少秋，你这句话说错了，本官和谁指点过呀？这都是你自己查到的，而且你查此案并非是本官的意思，完全是为了令尊。大人说的没错，薛某只是为查家父之事。嗯，大人告辞。嗯，这个我要了，还有那个多少钱？十文钱。来，拿好。行，你拿好了。徐少秋几日不见，怎么连官服都脱了？宰相大人说极有可能跟刑部也有关。大人，那接下来我们先回趟大理寺。Thank you.
好险，差点就抓着了。哦，多谢聂姑娘出手相救。本来说姑娘遇到危险之后吹响哨子，薛某会赶来，可如今却是你救了我。不必客气，刚才那些是何人？在下并不知，极有可能是安抚的人吧。又是安抚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们以后有什么麻烦尽管找我就是了。你怎么这身打扮呀？官服呢？脱了。脱了？一定是被那个胡老头给赶出来了吧？不是，薛某为了方便查案，辞去了大理寺少卿一职。不过也挺好的，这样我们之间就没有官与贼之分了。大人，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聂姑娘，其实薛某有句话一直未向你坦白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，说吧。你二师兄找过我谈话。他找你啊？什么事儿？哎，我有话说。慢着，等会儿。大勇，不知你找薛某有何事？徐小秋，你可知我在此等你许久了？等我？进一步说话。你们几个在这等着。是是。大勇，找薛某有何事啊？我找你什么事儿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薛某确实不太清楚啊。我小师妹她喜欢你啊？你小师妹喜欢我，与我何干？我喜欢我小师妹啊。你喜欢你小师妹，又与我何干？我小师妹她不喜欢我。这似乎更与我没什么关系了。好像确实与你没什么关系。陆大勇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你小师妹，你可以直接找她说呀。我找她了，可是她拒绝了我呀，我这心里……我坚信你还是有机会的。但愿吧。不过薛少秋，就算我没有机会，你也休想跟我小师妹在一起。这是为何？难道你想过？从未想过。薛某还有事在身，恕不奉陪，告辞。难道他真想过？你别以为你是大理寺的，我就怕你。慢走，不送，告辞，告辞。你当真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先走。哎，小心。小倩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说话，我嘴笨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二师兄不在了，你还有我。我到了。好。那再会了。好，小倩，你别难受了。其实我不光是难过，我更多的是自责。要不是我的鲁莽，就不会被安禄山所设计，
二师兄也不会死。你千万别这么想。不过我现在已经不会这么想了，我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。大师兄说了，若是能找到麒麟奖，就可以让二师兄复活，所以我就当二师兄他睡了个大觉吧。真的？嗯，那可太好了，难怪今日看着跟上次不一样了。事情还没结束呢，怎么可以继续悲伤呢？对了，那李天呢？啊，他跟小师兄去找麒麟角了，但凡有麒麟角的下落，我自会前去的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就叫我。嗯。哎，你也要多加小心啊，如果有什么危险，你就吹刘七金的哨子，我也会及时赶到的。好。那我就走啦。小倩，那我回去了。少秋，哎，你踩到我裙子了。抱歉，抱歉。交税了吗？真的要进去吗？必须进去。希望天师叔不要太难过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坦然面对了。师兄，我们为何来找师叔叫偷偷摸摸的？哎，对啊，师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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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俩小子还敢在这儿？师叔，师叔。师叔，我错了。师叔，我们是来解释的。解释的，谁要听你的解释？师叔，我错了。我师叔，师叔，枉你还是个大师兄，连自己的师弟都保护不了啊！师叔，您别难过。我岂能不难过？虽说大妖他自幼胆小怕事，头脑愚钝，他又丑又胖。师叔，这些就不必说了吧。他悟性太差，时常不听话，胸无点墨，他还要去教书。师叔，二师兄都去了，就别数落他了吧。他可是我唯一的徒弟呀，如此的年龄就这样走了，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。师叔，李天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竟然就让他这么死去了。师叔，你先别忙着责备大师兄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救二师兄。真是胡说，人已死了，如何能救啊？那也未必，除非找到麒麟角。师叔，你想必也一定知道，麒麟角可以让人起死回生，所以说这次我们定要找到麒麟角。
那只不过是个传说罢了，又怎么能相信呢？师叔，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都在所不惜。即便如此，就凭你们两个，又怎么能得到呢？麒麟角乃上古神物，上次现世也已经几百年了，如今只不过是个传闻罢了。谁知还有没有此物了？只要能找到我师父，定然能知道麒麟角的下落。又要胡说了，你的师父早已在十年前就死了，我当时是亲眼看到的。师叔，事到如今你也不必隐瞒了，我知道我师父没死，连当年你们一起对付的那个大法师也承认了。看来你们都知道了。师叔，您究竟还知道些什么？你师父确实没死，但是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他在何方啊。那大法师曾说师伯不在这一方世界，这是为何？李天，想必你常去画中世界吧？是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师父的肉身就在画中世界吧？是。啊，那你为何从未和我们提过？抱歉小师弟，师父临走时曾叮嘱过我，此事不得与他人提起。难道我也算他人吗？小师弟，你也不要怪你的大师哥，你师伯的性子，他向来谨慎啊。师叔，您的意思是我师父现在就在画中世界？哼，若是真是如此的话，那就不是你师父的性子了。难道还有别的世界？世间确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世界，有大有小，有弱有强，正所谓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也正是此意啊。如此看来，必须要从那画中世界开始寻找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没有必要的时候就不要再来了。为何？难道还有危险？有些话我已经多说了，不是我不留你们，但是你们真的该走了。师叔，那我们告辞了。如月，你笑什么？姐姐，自打你昨天从外面回来，就这副满面春光的模样，莫非是外面有男人了？我有这么明显吗？有。姐姐，快说说那人是谁。他来过潇湘馆的，你也见过。潇湘馆的客人？哦，莫非是那花千金只为博姐姐一笑的杭州巡抚家的张公子？哎呀，什么呀，岂会是那种寻花问柳之人啊。嗯，这就奇怪了。姐姐，你放着多情多金的少爷不要，看上的究竟是何人呢？他其实是大理寺的少卿薛少秋。那个刚直不阿破案无数的薛少秋竟然被姐姐弄到手了。哎，姐姐快说说你们到哪步了啊？哎呀，他呢就是一个云木疙瘩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。姐姐，你若是真的喜欢他，倒不如主动一点，早点生米煮成粥，看他作何反应。哎呀，如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说的就是姐姐心里所想的。你找打不成？谁啊？聂姑娘，是我，薛少秋。啊，进来吧。
门关上呀。哦。聂姑娘，不知这么着急把薛某叫来，是有何事啊？其实也无大事，就是我这个炼香炉点不着了，我折腾了半宿也不会弄，想你帮我看一看。好。没坏呀，姑娘是否弄错了？哦，那可能就是我弄错了吧，让你白跑一趟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姑娘还有何事啊？哦，你过来。我是听外面的人说，这女人脸上的胭脂香甜可口，很是好吃。我今天害你白跑一趟，看你也累了，要不你尝一尝，热热喉。听错了吧？这胭脂毫无甜味，倒是有些苦涩。真的吗？要不你再尝一尝。姑娘，薛某绝不敢欺瞒姑娘。那个，这胭脂确实没有什么味道，更谈不上好吃。姑娘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儿，薛某先走了，七金还在楼下等着我呢。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姑娘保重，薛某告辞了。告辞。真是个榆木疙瘩。我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大人，怎么这么快？什么这么快？看着春光满面的，还被聂姑娘深夜叫到闺房，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吧？胡说，聂姑娘只是让我帮她吹一下香炉，顺便尝一下胭脂。哎呀，聂姑娘深夜把您请到闺房，意思还不明显吗？什么意思？聂姑娘那是对大人您有意思。如果大人您对聂姑娘也有意思，那就应该迎合一下聂姑娘的意思啊。您迎合了吗？迎合了。怎么迎合了？她要我尝胭脂，我就尝了。但是说实话，她的胭脂真不好吃。还有一点，尝尝。不是，我尝她干嘛？大人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您好。您就是一个英俊潇洒的榆木脑袋。哎呀，好了，闲话少说，先跟我去趟大理寺，走。哼，这榆木脑袋还挺招人喜欢。哎，哼！没想到原来日日行走的地方，如今也要偷偷摸摸了。既然脱下了官服，也只好低调行事了。快走。站住！胡大人，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理寺的人了。
想必也知道，私闯大理寺，那是大罪。大人恕罪，我和薛大人是来，我们来拿些自己的东西。那日走得太急，好多东西忘记拿了。拿自己的东西，为何要来放卷宗的地方？你们在大理寺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，此处不能随便出入的。大人说的是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我们走错地方了。薛少秋，在。你不能回来复职，我很理解。但本官必须提醒你一句，你不能被复仇冲昏了头脑，投靠不应该投靠的人。宰相大人祸乱朝政，世人皆知。你是从大理寺出来的，千万不能被他利用。多谢霍大人提醒。薛某觉得，为了达到些目的，非常时期就应该用些非常手段。哼，这可不是你的作风，何人教你的？跟大人身边这么多年了，自然耳濡目染。好了好了，别糊弄我了，不用再找了。记住，看完给放回去。看来胡大人早知道我会来这儿了。胡大人居然如此厉害。如宰相大人所说，当年干尸案刑部也有参与。看来我们得去会会那个周大人。可是大人，你我现在乃是一介平民，想见刑部周大人谈何容易啊。更何况刑部和大理寺是死对头，这些年结了不少梁子了。七剑，嗯，你还记得李天是怎么戏弄胡大人的吗？您是说他们办福禄寿三星那次啊？对，没错。咱们也来一出夜半鬼敲门。谁成就单可见不